那所以呢，刚刚我们先把什么，把一列的部分 OK 的哈，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我要把它分开来。所以接下来要解决什么？解决这个地方的问题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基本上哈，如果底下的回圈哈，基本上应该就不是 for i 等于零哦，应该从一开始吧，因为零等于是第一列已经 OK 了。所以底下如果要抓的话，其实从一开始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我要分的话，从这个开始分。那它的规则呢，一定是 th 一个，然后再四个 td 嘛，哦，所以总共五个嘛，哈，哎，那我要怎么分比较简单？当然呢，底下的话呢，一样哦，我们要抓什么？抓哪一个到哪一个？所以我基本上先抓第一列，哦，所以我要抓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一样哦，从那个什么哪一个？哎，所以哦，一样拿这一行好了哈，这一行直接，因为我要抓的是在哪一列？哦，现在是第一列里面去抓 th 嘛，那所以我要先抓一样是抓第一个是 th 哈，所以我直接拿这个来复制啊。那放哪里呢？放这个里面啊，哦，OK 这个里面。那请各位注意一下，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把 trs 改成 i 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它第一次一定会是抓第二列啊，i 等于一的话就第二列哈，先去抓 th。那 th 里面的话呢，理论上哦，只会有一个啦，就是年跟月嘛哈，所以我就把抓到的这一个放到第一个储存格。那第一个储存格实际上就是 sales i 列的第一栏，或者你这边可以改成 a 也可以啦。其实两种写法啊，就是放 a one。那 a one 里面的话就放什么？放 trs 里面的第几个啊？其实理论上会只有一个。所以就是那一个，好，那一个的话应该是零吧，哦，然后里面的资料叫 inner test，OK，那这样的话应该这一个放进来应该就是110年的1月，来试试看哈，如果 OK 的话你就继续跑，如果不 OK 你就改一下哈，然后接下来我把它执行一下，一样先清掉嘛，然后先抓那个上面的资料，不过你会发现资料有没有抓下来，有抓下来。可是奇怪，它位置不对啊，因为我放错位置了。这边应该是什么？把它放成二才对哦，有没有？下面这一个才对。好，执行一下，这应该是 A 二才对，要放这里。好，那你说一个 OK 之后的话，那其他的话就 TD 吧。哈，所以呢，底下的部分的话，再去抓所有的 TD，那拿这个来改哦，这边改成 TD 哈。我再从这一列。里面呢，把所有的 TD 应该总共应该几个？四个吧，哈，所以零到三，那我分别放哪里呢？放在这三，这四个储存格嘛，有没有？这四个，这四个怎么表示？基本上就是哈，后面这个应该是第二列的什么？第二列的 B 栏吧。哦，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第二列的 B 栏，好，然后放什么呢？放这个应该是，这边应该改一下，这应该是 TDS 才对，TDS 的第零个放这边，哦，那以此类推，底下的话应该就是，再来就是什么？再来就是 CDE 嘛，哦，所以这边我直接拿这两个，这边的话就改成 C，然后 D。哦，然后这边一，然后分别的话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嘛，哦，就是一二三，那分别的话就是把它放进去啊，一二三。那不过你说老师，那放第二列那其他怎么办呢？其他我跟各位讲了，这里的话如果执行哈，应该就是会把第一列 OK，第二列也 OK，不过你会发现它好像跑到为什么是113年的3月哦，因为呢，我刚刚少改了一个地方，就是呢，我需要把这个储存格的位置哦，要让它往下增加。那怎么增加呢？其实我们可以靠 i 来改好了。i 的话从一嘛，不过你说从一开始不能放，那加一不就好了？所以这底下哦，二的部分请你改成 i 加一就可以了。哦，i 加一列嘛，就是。一加二，就放第二列开始，那一直往下放哦。所以底下二的话，请你就把它改成 i 加一，也就是透过 i 的增加而让它往下一列放哦。i 加一这边都一样。
好，哎，理论应该差不多了。i 加 b， 哎，哦，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嘛。所以呢，我写的方式是这样啊，这个是放 t 第一个 th， 底下的话有四个 td， 那就分别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把它放进去。好，程式写完了，试试看好了。如果 OK 的话，那应该全部都抓下来了。看一下，哎，有没有看一下？看起来好像。你们一百哎，对，我是110年的一月开始，后面的数据哦，然后一直到113年的数据，哎 ，OK 了。那最后当然哈、哦，你说老师他栏宽好像没有自动调整，对，所以最后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再加一个叫做栏宽自动调整的叙述，叫 o columns 点 auto fit。这个叙述的话呢，就是呢，它可以怎么样？哎，它可以自动帮你调栏宽哦。OK， 我拿这边来。哦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写完了啦。程式应该就到这边了，哦，把它执行一下，确认一下。嗯，有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哈、哦，最后一个部分呢，就是再把从第二列以后的，哦，把它通通抓下。那我的写法是一样 ，for i 等于一到底下，哦，等于是第一，为什么一呢？是从第二列开始，第一列我先做好了。第二列开始，一直到底下，那分别先抓 th， 因为它第一个标签是 th， 底下都 td 嘛，所以分别把它写出来。但是其实这边其实你说老师，那这边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回圈？也是啦。可是如果你假设哦，你觉得这个地方要改回圈有点难的话，算了，你就先保持这样好了，这样应该比。那我云端上面的程式嘛，好像是写个回圈哦，试一下哦。